不会期待下位。坐。原来你是大洋集团的副总裁。很意外是吗？有一点。如果你已继承了你父亲的事业，那今天谈合作的就是我们俩了。一直以来我对荣威集团就没有兴趣，虽然它是我家的产业，但是我不得不说，荣威绝对不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是因为龙威的董事长是陆峰吗？就算他不是我的敌人，但是这个人的行事作风我绝不认同。相比他而言，我更欣赏张昊天。你这是在建议我跟朗月合作吗？你可以这么认为，与其与狼共舞，不如与骏马同行。你就不要再刺激他了。我没有，能平平安安的生下来而已。爸妈，我们走。你不要怕，妈妈跟舅舅都很期待你出生的。就算你没有爸爸，妈妈也不会让你孤单的。乐梅。乐梅，乐梅，你要多保重。对不起，乐梅，害你为我担心了。你到底有什么苦衷？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吗？已经没事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都是那个陆峰。我不在的这段日子，他有没有欺负你？我想给孩子一个平静的家。他真的愿意跟你离婚吗？他已经娶了宋子涵。这个混蛋，他到底要害多少人才肯甘心？不管怎么样，我现在已经找到你了，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。耀辉，我需要你。他也需要你。乐梅，我刚刚用你的手机给你哥发了短信，他应该在来的路上。你要勇敢一点，为了孩子，你要比任何人都活得坚强。放心，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我会回来的。
相信我。